我要跟 Kino 一起来做圣诞节特别交换礼物。那要怎么实施呢？我们接下来要在家乐福里面各自挑选一个好礼物跟一个坏礼物，然后在限时20分钟内，我们要挑选加起来200元以上、500元以下的产品。我们等一下就来实施这个计划 ，Let's go！ 20分钟哦。好。我们直接要去卖场了哦，然后在有限的资源内找到适合彼此的东西。好。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分开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天啊，好难哦。是这个小嘟嘟车，要顺从吗？时间好短，不小心觉得自己设置的时间太短。现在候选人一号是小锅子，我记得阿冠之前有说想要专门煮泡面的小锅子，但不知道这边有没有。哇，好贵！锅子都这么贵啊！泡面锅找到了，泡面锅，泡面锅，让大家看一下泡面锅长什么样子，很不错哎，我决定是它了，这个算是好礼物吧。那先拿着好了，但目前以200到500之间的话，这个我觉得是最棒的。完蛋了！我都在选好礼物给大家看，颜色先拿一个，我也不确定好不好。去逛 ，Let's do it。这个柜子说不定，是也好贵，下心 ，OK。还行，这个好难哦。这个好像可以。我剩10分钟了，完蛋。还是我买个行李箱，我自己躲进去。200到500，好像。开玩笑的啦。这个礼物蛮不错的，垃圾袋一样。这个计划太充满了，他很需要这个敲完时钟，因为他家的时钟真的太吵了，所以我决定把它换掉。那我不要锅子，无声无声，有没有超静音的时钟？9点整了，来不及了。好了，它很棒，胡桃木静音闹钟，那就是它了。Go go， 我们去结账吧。金色好像还不错，但有点老古。结账。你们觉得呢？我已经挑选完我的礼物啦，就是阿光会穿的，好期待。其实我现在在找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去结账吧。抓到，那我们来结账吧。这个有点大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？要完了。好、哦。你都看到了。我没看到哎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、哦。好。我们现在来交换礼物了，我们先从好礼物开始。好、哦。噔噔，一二三，噔噔。哇，好礼物是一盒金沙。怎么样啊？因为太赶了，我都选不到。不错啊，我们都爱吃巧克力。然后我送的是静音闹钟，静音挂钟。这个真的很不错哎。嗯。哦。对啊，好看一点。希望你喜欢。这个很不错啊。无声。这很不错哎。不错吧？这样子睡觉就可以好好睡。进去跳到的是泡面专用锅，一人碗。我找到了。哦，真的。这个比较实用。也是。因为你不会只煮到泡面，但这个每天都在用。哇。有，这个很不错，我拿它装电池看看有没有。好，真的无声。不然你就拿去退货。好，毕竟它贴的。那我的烂礼物超烂。好，我要看你烂有多烂。看超烂的。这哪会很烂啊？这很不错。你就是要让我洗碗吧？啊、不行。那我的好好哦。你怎么？收起来，还蛮有颜色的。这我本来是要送你垃圾袋吗？那也不错啊，我觉得这个你比较需要，以后就交给他来洗碗了。这个太烂了啦，还好吧。好，交给你。这次的交换礼物就到这了，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。好烂的交换礼物，自己可以去玩玩看这个交换礼物的游戏。乱推广。噔噔，可以去家乐福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好，拜拜。哦，跟你一样突出。哦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等一下准备开箱。